动手就擒吧，谁擒谁还不一定呢。鲲鹏宝术，补天术。 你们补天教就会用这种耍赖的招数。补天教的圣劫仙子若是真被我擒住了，这要传出去一定会震惊天下吧。放肆！神皇宝术。 可惜也有残缺，即便残缺，与真龙宝术配合，也可让两种宝术皆威力大增。你的黄道龙气已散尽，束手就擒吧。谁擒谁还不一定呢，鲲鹏宝术。 至尊谷，至尊谷里发生了惊喜，这次受损不小。